好，后手中炮队先手飞象局，觉得钱不错的小哥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一张门卡是大大大爱，直播间还差飞机办卡火箭的任务，需要大伙守护守护。感谢我们家鸭菜不鸭饭大哥的本卡，感谢老朋友的支持。忽然想到每次叫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都是错误的，鸭饭不鸭菜，这不是这么叫的是吧？其实我都是故意的，啪一打窝心马给你盖住，你打过来我进狙，你不打的话这手提前把中炮架过去，窝心马吓走。对方很可能会退马蹬我的双，如果对方退马蹬双，我这局退狙，对方上马我摆狙，黑棋不亏啊。黑棋吃，黑棋开局棋大两兵，吃再吃一个兵，棋大两兵，这个棋黑棋不亏啊。叫你走窝心马，叫你走窝心马，将来还有加中炮。对方上马蹬我的车，我方有两种走法，第一手摆车吃炮，第二手炮打士。这个棋走点狠的吧，我给你来一手炮打士，你怎么走？招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退马蹬车我就打过去，你进车我就退炮，你进车我就退炮，马就不要，架中炮，对方单缺士，准备铁门栓。这棋炮打士走的有点狠，一般人看不到这个棋啊，最近我经常看到炮打士把对方废了，昨天走过一盘非常精彩的炮打士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。欢迎时间只是过程，装进我口袋，爱与被爱，命运叫人释怀。这次我不想逃，喝掉是一毒药，脑海倒叙你的微笑，听到熟悉的歌谣，全世界都颠倒。把对方打蒙圈了，这不炮打士是对方没有预见到的。笑最近走棋比较刁钻，专走对方看不着的、预见不到的棋，大伙儿也看不着的棋才有节目效果，把对方打得不会走棋。对方在想要不要吃这个马呢，对方在思考要不要吃这个马，他要吃马我就先架中炮，送他一个马还敢不敢吃，你说小渣渣，这个马都是送给他，他都可以吃，他都不敢吃啊，还摆句卡自己象眼，你不废了吗？这步棋走的臭啊！换我们家顶高包装管理直播间，对方走车九平六，这字卡自己象眼，我进去砍一下，不给你骗了直接。再摆炮将军，杀心太重了，谢谢我们用户370大哥，又是找不着对象，没人要的一盘棋，是吧？我们佳明大哥。我们370大哥是第一次在斗鱼消费送给小班卡吗？来退个车叫杀，对方不敢吃马，吃马摆车是杀棋。棋走的越来越精彩。将军，摆车一将，对面怎么走？他有杨氏的走法，两个炮给谁生根，也有进将的棋。这棋我肯定要进马。将军，我肯定要进马。吃。出个将呢？铁门栓，
吃。嗯，炮打士对方也没得走了。嗯，炮打士对方假如把车走开，我打着车呢是吧？他假如回个象吧，回个象吧。啊，我进去这个棋将上来是杀棋了，所以对方看起来非常难受。现在我打完之后，因为这个棋的将上不来，我方这有马，所以下一步的进车是杀棋。嗯，那对方怎么办呢？他先进来的话再反打，那么全线崩溃。哈哈哈哈，打字画了。